星象情报2024，关于5月7日金牛座新月，传导者娜塔莉亚。金牛座新月，女性能量的治愈。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随着5月7日金牛座新月的到来，我们将进入一个充满爱和脚踏实地的扎根与锚定的时期或阶段。这是一个让我们将所有我们正在下降的疗愈传输光的激活和爱扎根与锚定的时刻，它们来自于我们正在实现的深层灵魂交流，以及从许多帮助我们恢复找回我们的协同并成为真正本质上的自己的众多恒星星际门户的时刻。这是一段为我们从 DNA 重建工作中解码智慧的通道，这将有助于我们导航我们新的现实。在个人层面上，我的指导灵分享说，此时最重要的疗愈随着爱光能量的大量涌入，因此得到的医治或疗愈就是作用于我们的女性器官能量和本质。目前的能量支持我们的第二脉轮情绪体和第二个 DNA 链的重新构建，所有的工作都协调一致。如你所知，这段经文指这个阶段的能量强大地帮助我们清除女性压抑和性器官扭曲，恢复我们神圣的玫瑰和神圣的女性能量支柱。这也是治愈金星和卯宿星创伤、错误虚假联系以及所有涉及清除或清理我们女性个人能量和银河历史的通道。正在发生的卯宿星觉醒在地球重组的这个时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卯宿星人和金星人也在帮助在地球和所有人上锚定更多的爱和同情心，他们现在的使命是奠定这种无条件的爱是至关重要的。从占星学上来说，我们有很多行星在金牛座，帮助我们找回爱和光与智慧，然后才能进一步提供帮助。金星、木星、太阳、月亮和天王星都在金牛座，为我们提供了改变的能量和无条件的爱，让我们能够适应我们正在内部创造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也将在我们的有形世界中蓬勃发展。在神圣的时刻，对于所有与自己的灵魂保持一致，愿意带来将为所有人的最高利益服务的创造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显化门户，因为这次新月将帮助我们收获我们所播种的东西。然而，要达到这一步，首先，我们需要与我们的女性能量本质保持一致，即从内部诞生的本质，它需要被治愈和完整，然后我们才能从内部显现我们灵魂的愿景。当我们重新连接到带给我们欢乐、愉悦和对齐的事物时，我们也会实现显化，因为正是透过欢乐，我们也重新获得了神圣的交流，并开始从痛苦转向更光明的存在状态，从而诞生了我们光明的创造物。金牛座提醒我们地球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最初的本质，这始终是一种快乐，因为在我们在道路上经历的许多挑战中，我们也需要看到我们所选择的使命为我们带来的许多祝福。这段时期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来说也将是意义深远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月亮、金星和木星的多重合相。这种一致性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自己的感受，拥抱并接受诚实，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治愈我们的人际关系，在平等、尊重和和谐交流的基础上建立平衡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是平等的共同创造，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月亮将与天王星对齐并与土星和谐，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改变、决心、承诺和创新的机会，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月和一年，让我们选择我们希望的对象、地点和方式服务，并致力于我们的选择。许多变化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对于我们的肉眼来说，许多事情可能是混乱的，但如果我们看到操纵和物质场景的背后真正发生的事情时，我们就会看到人类解放的种子，因为一切都始于从一个被授权的力量空间来认识什么对抗和限制了我们思想和人类主权的东西。作为扬升灵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留在我们更高的心中，拥抱变化作为我们自己和地球的常数，作为我们作为物种正在经历的自然进化的一部分。金牛座是一个固定星座，正是流动着，不那么僵化，因此我们可以对变化持开放态度，拥抱正在发生的转变，这是我们有意识选择提升的结果。与金牛座相关的几何形状是六面体相关，这个工具正是让我们自己、我们灵魂的创造以及我们正在创造的改变扎根，因为所有的改变都源自于我们进化的欲望。正是几何学帮助我们重新连接到地球的元素的几何图形，也帮助我们与翡翠、祖母绿、射线光芒一起治愈地球母亲的根系、树木和一切需要稳定和新秩序的事物的几何图形。因为许多人都在努力恢复虚假的地球能量流，它恢复并确保了基础，并且稳定了时效性。许多几何形状，尤其是立方体或六面体，已被颠倒并用于反对自然的自然流动。当我们有意识地以正确的顺序和位置使用它们，并怀着正确的意图时，我们可以帮助修复许多结构。这是疗愈、更新、锚定和扎根的美好时光，因为这段时间让我们的身体为再次整合能量浪潮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的旅程是在拥抱和放手之间不断进行的。我们的使命是对变化持开放态度，以开放的心态适应变化，了解并信任源头。神圣的源头总是以完美的方式为所有人精心安排一切。五五门户通道，银河觉醒和临时协议。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正沉浸在自五月初以来一直激活的卯宿星或翡翠通道中。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强大的变革和表现漩涡，这取决于你在你的道路上的位置。你们中许多人作为扬升灵魂，透过成为地球上许多地点和空间的光柱来支持这个门户，锚定协助正在发生的元素变形过程所需的治疗。在更深的层面上，当地球和我们的中央太阳与天狼星和毕宿五对齐时，银河系的觉醒和你们独特的一元蓝图的体现将会加强。我的指导灵在几周前分享的卯宿星觉醒现在正在发生，你们中的许多人的主要起源是紫粉色火焰和翡翠造物之一，现在将处于完全转变和转化的阶段，因为你们抛弃了旧的自我并体现你的光明者。伴随着这个过程，我的指导灵昨晚分享了新的银河协议已经达成，对于我们星球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过渡阶段，你们中的许多人将有一个步入的体现。当提升灵魂需要更高级的灵魂来完成任务时，通常会发生包容过程，直到步入完成，因为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步入体验。我的指导灵分享说，这是一个应该在两个灵魂之间仁慈地达成一致的过程，尽管并不总是发生，因为经常由于成瘾和类似问题，非仁慈的灵魂可能会占据 3D 灵魂。然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
当步入过程发生时，你的银线或哈拉线、你的灵魂、单子 T、Monad 和 3D 自我之间的联系，将是将心灵魂的意识传输到你的自我中。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涉及时间和理解，因为它一开始可能会让身体和 3D 个性感觉不舒服。当我们确认同意让新的高级灵魂与我们融合时，我们需要平衡自我，它将体验到孤立感和对消失的恐惧，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代表了 3D 自我或其一部分的死亡。你们中的许多人会体验到这个过程是永久性的，而另一些人则是暂时的，因为灵魂现在只是在进行一些调整，并发送一些传输以便能够完成使命，然后他会再次退出。我的指导灵们表示，今年随着你们许多人所拥有的一元化身，这些过程得到了促进，并且你们中的许多人将沉浸在深刻的变化中，例如搬迁、离职以及许多其他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你整合了你现在成为的人。许多这些步入式体验都是单一的延伸，或者未来的平行自我下降到与你的 3D 自我融合，作为服务所有创造物的更高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对你们高级灵魂来说都不是完全陌生的，正如我的指导灵所分享的那样，协议通常是在同一单子体 Monad 的成员之间达成的。当你与神圣慈爱的上帝的意志合一，并接受使命并遵守你的协议时，你也会适应你的新自我和生活，理解作为扬升灵魂，我们带着银河使命来到这里，不仅涉及我们，还涉及所有人，成为我们的银河使命。亲爱的朋友，我祝福你们都有一段充满爱的旅程和疗愈的旅程。知晓你的力量、智慧和伟大，在无限的爱之中，带着爱和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